带上这个包，你看，把弄到我身上痒死了。把你冰起来，把你冰到，啊，不烧起吧。接下来我们今天有个大任务啊，干嘛？把我们家整个院子里面的草全部要拔掉。今天这个任务不轻啊，一路到头都是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这么多呀。他爸爸是不干这些的。那我来吧。如果你不来的话，这些就全部由我一个人干了。行，我来。我们一起。我回家拿点塑料袋过来。阿宝。嗯。还有这边也是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啊。妈妈，你看。怎么来看什么？哎呦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院子大半年都没有整理了。你挺多。这个草比我个子还高。你把那边床垫给我拖的。你没包好呢。外面他们看有伞的那种。现在感觉人家农民种田啊，很累的，真的很累。有的时候还没不说什么过山车啊。哦，身上弄得好痒，都是包。你别弄了。我看一下，妈，我这脸上弄的好痒啊。还有像这个包，你看。啊，这个包，啊，这里，啊，弄到我身上痒死了，这里，嗯，好痒，我待会儿回家要洗个澡去，哎妈，痒，腿上也痒，啊，休息一会儿吧。没关系，这点我就这点。你身上不痒啊？我还好。我身上好痒，我待会儿回家洗头洗澡去。就这一点点，拔完就没有。身上特别痒，哎，好累。这一会儿太阳也落山了，没那么热了。前面弄的时候又热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现在不要，还干完了一起。阿宝，你冰起来，阿宝你冰吧。这没关系的，阿宝有力气。阿宝着急吧？没关系的，我一会儿就把它弄完了。他是真心疼你哦。阿宝，真的稍微休息一下。我都累得到现在，我都不想动了。那你是个女的，我男的，我有力气。真的做这种事啊，就是一鼓作气啊。然后一旦休息下以后，不想就不想动了。走吧，加油啊，杨翔！杨翔也是很卖力的哦。他不要搞，等下把手弄破了。没有，他弄点小草没关系。哎，脸上好痒，都长了几个包。胳膊这一块，我的妈，这一块就好几个，这里到处都是，这边的胳膊、腿上不行，我要用冰水冰一下，待会敷一下面膜，要不然这里上痒不行。长了好多黑头发出来了，染一下头发。我好像有三四个月没有染了。最近太忙。这样一个小时。敷个面膜。脸上痒，就这块特别痒，肿起来个包。现在出去看看阿宝把院子弄得怎么样了。哎，现在弄了以后清爽多了啊。嗯，谢谢阿宝，辛苦了。哦，那应该的。你的鞋子脏了？对呀。你在洗谁的鞋子啊？杨翔，虽然你洗鞋子是一件好事，你的鞋子不能这样糟蹋吧。在洗自己鞋子啊，乖宝宝，很好。哎，草都拔完了，
哎，等一会儿你也回家洗头洗个澡。回来我肯定要洗头。嗯，我现在脸上弄了一下面膜，冰镇一下嘛，现在好多了。刚才痒的不得了。小小的一个小人，可以了，干净了，拿去晾晒一下吧。放在这个上面，明天有太阳可以晒干。辛苦你了啊，辛苦了，全部弄完了，真的是辛苦了。我弄了一会儿，真的，我洗到现在我都搞不动了。你这女的肯定没有男的力气大。嗯，不是啊，就是累了。先放这边吧，等周一我们再扔。你让笑呢，我放心。哎，休息一会儿，你先回家冲个澡吧，身上也痒吧。搞完了就弄。啊，就把这箱子放进去就没事。嗯，可以了。嗯，你回家去先洗头洗澡吧。这个很重的，你弄不动。这是乖宝宝。我也不知道，时间长了在外面就脏了吧。阿伯，阿伯呢？疲れたの？今天那个草取ったりとか。哎，ご飯食べ行こうよ一緒に。那我现在去叫他，他在上面睡觉，累了。我去叫他。阿伯，现在几点了？八点了。我上去叫他，我上去叫他。嗯。阿伯今天辛苦了。阿伯。嗯。你累了吧？嗯，我们出去吃吧。嗯，现在晚上八点呢。过到八点啊？嗯，你辛苦了，下去吧。嗯，你姐夫说请你去吃好吃的。他后来看到院子里面，他说哇，他说院子里面怎么变得这么好看了？这是谁？阿宝起来了。嗯，你又来了。嗯，阿宝，来去吃饭。就是吧，嗯，辛苦了，那个没关系，的，让的，啥东西？拔草，他说你拔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漂亮漂亮，谢谢，没关系，真的谢谢，很呛的，还好，还好，累了睡着了，嗯嗯，那行，那我们就晚上出去吃寿司吧，嗯，好的好的。